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23日，两三年前我就帮香港开放博物馆、香港公共图书馆做了演讲，现在演讲还在我 YouTube channel 可以重温的。那这个演讲是讲什么呢？是1880年代开始香港如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1880年代就因为当时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很多华人就在中国生活都困苦，有一些就是主动去海外做华工，亦都有不少被卖猪仔。他们在海外累积了财富已经可能20-30年了，他们就想办法要回乡下娶老婆，然后就或者汇钱回去照顾父母兄弟姊妹的情况。孙中山的哥孙眉都是这样背景啦。咁佢哋呢就係、去到世界各地嘅，去到北美洲啦、旧金山啦、檀香山啦、澳洲啦、英国啦、欧洲啦、尤其是多嘅东南亚啦。咁佢哋呢就想办法啦，要经当地嘅啲洋行啦、船公司啦、又或者银行啦，係汇钱返乡下。咁但係唔能够直接汇钱㗎嘛。因为大陆呢即係嗰个地方仲未係同西方有一个紧密嘅接触，咁就要借香港呢个殖民地啦。所以呢就搵咗香港好多嘅钱庄啊、银号啊、票号啊，就汇钱返去。1880年代开始呢，去到1930年啦，香港啊喺中上环一带就已经超过330间票号银号钱庄。咁尤其集中喺几个地方嘅，就係文咸西街、文咸东街啦、皇后大道中啦、德富道啦，呢啲地方300多间喎喺晒度。咁佢哋呢就喺西洋啦或者南洋啦汇啲钱去当地。然后再经当地嘅钱庄呢就係、寄钱返去大陆啊，或者人手带钱返大陆。咁带去呢个厦门、福建啊、泉州啊，或者广东元朗、潮州啊，呢啲呢最多海外华人嘅地方喎。咁所以香港由188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㗎啦。咁与此同时呢，1880年代啊，就因为呢中国啊係要搞洋务运动㗎嘛，自强运动、同治中兴㗎嘛，同光年间㗎嘛。咁佢哋要向外举债喎，要借钱借洋债。咁香港嘅银行呢，东凡汇理银行啊、友理银行啊、渣打银行啊、汇丰银行啊，就以香港为基地总部嘅。咁佢哋就要嚟香港去借钱，然后呢洋人呢就要喺欧美呢就汇啲钱嚟，就喺香港度呢运返上去上海，就俾呢李鸿章啊、左宗棠啊、曾国藩啊呢啲咁嘅人喎。咁所以香港呢就是成为了一个中西合璧、这个中外交汇的地方。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就是因为香港它不是一个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一个世界的香港、它是全世界都能够来到。为什么人会信香港、不信大陆的衙门、因为香港有一个法治制度，有殖民地建立的一个法治制度，虽然还未很完善，但是比起当时由衙门地方知县知府管理的大清呢，咁香港仲係进步好多啊。咁虽然香港当时立法局啊嗰啲呢就未有一个好完善嘅法律法治嘅管理。咁但孙中山嚟到香港都话，喂，係真係冇得比㗎喎、同中国大陆係冇得比㗎喎，係最先进㗎喎。梁启超啊、康有为啊、孙中山、郑观应啊，都喺香港吸收到呢个嘅现代管理嘅概念，希望返大陆推动革命或者维新变法，就係、咁。咁但系咧，时移世易啦，100多年后咧，香港咧已经咧俾大陆人咧嘲笑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嘅遗址咯。点解咁讲咧？呢个同 IPO 大跌有关啦。嗱，2020年咧，香港嘅 IPO 仲做紧520亿美元。咁当然啦，好犀利啦，因为当时咧，中美交恶啊嘛，中美交恶啊，咁有好多人咧就系要想办法啦，将啲重投嘅企业喺美国带翻嚟香港上市集资。但呢个是最后一水㗎喇。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自己都收缩啦，你睇下啲内房啊、相关行业几惨淡啊，每隔几日就话有一间财困嘅嚟㗎。咁佢哋呢生意唔好，佢哋梗係嚟唔到上市啦。而且呢呢几年嗰个营商环境啊收缩緊㗎嘛，冇乜新嘅生意可以做到㗎喎。旧嗰啲都上咗嚟上市啦。咁旧嗰啲盈利好差，所以呢而家恒指就做到咁差。去到17000多点，呢、这个非常之坎坷，所以大部分人嗰啲强积金嗰啲都可能咧缩大水。咁然后呢新嘅生意又做唔成，所以今年嗰个 IPO 呢得46亿，由520亿美元变到46亿，
喂，比起三年前 10% 都冇啊，香港個 IPO 即係首次招股啊。喂，坦白講啊，三四年前咧，每一隻 IPO 嚟香港上咧，我哋都去排隊抽嘅喎。我喺香港嘅時候，我次次都抽嘅喎。啲重頭嗰啲啊，嚟到我一定係抽嘅。咁而家真係冇乜人再講話抽 IPO 嘅咯，香港。賣樓賣地又流標，流標都算啦，而家直頭冇人入標喎。而呢個貨櫃碼頭咧，葵涌貨櫃碼頭啊，2020年開始咧就陸續停用啦。咁結果咧，而家就係出入口量咧跌咗41%。咁當然同中國對外嗰個出入口下跌有關，但亦都更重要嘅就係去咗南沙啦，去咗蛇口啦，啲生意係咪？去咗唔同地方啦，去咗新加坡啦。咁所以香港嗰個出入口吞吐量又跌，出入口量又跌。各方面都跌緊，所以而家大陸人咧都嘲笑緊香港。由九月開始咧，有大陸咧有大量嘅貼咧，就話香港係金融中心遺址，亞洲金融中心遺址。以前啊，好多電影咧，《大時代》啊，《奪命金》啊，電影電視劇啊，《創世記》啊，喂，都係講港股嘅喎，好好睇喎，津津有道味喎。咁但係而家冇啊，跌得咁慘淡，跌得幾慘咧？而家九月啊，704隻港股啊，零成交喎。佔 27%， 喂，每日成交10,000港元以下嘅，竟然咧37%喎，10,000元啊，喂，好多股票係三幾手嘅啫，竟然咧係有成啊979隻咧係10,000元以下，喂，成交額啊喺50,000元以下嗰啲啊48%，有一半嘅港股一日都係得50,000元成交喎，喂，嗰啲上市公司嚟嘅，上市公司嗰啲點都要講即係幾千萬生意一年啦、啊。佢個股票啊，先至得嗰10,000元嘅喎，咁啊當然你話騰訊啊、長和啊嗰啲大隻啲嘅，嗰啲梗係成交梗係好啦，即係比較好啦，起碼。咁但係呢一啲咧，大部分有一半嘅港股咧，都係成交好慘淡。而坦白講啦，港股而家基本上已經係內地化咗啦，即係70%嘅港股都係大陸企業，佢哋自己冇錢賺啊，點可以喺香港啊個港股裏邊有咩生意發展啦？梗係冇翻生意發展噶，所以生意淡薄喎。而家大陸人咧嘲笑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遺址，仲話咧香港啲底層人啊，成日上深圳啊，買貴曬深圳啲嘢啊，好討厭啊，仲有呢啲咁嘅聲音喎，咁啊，而且即係嘲笑香港人啦，香港消費唔起，海外消費唔起就翻深圳消費啦，咁所以立法會咧，而家咧就有一個由亂及治啊嘛，由治及興啊嘛，有一個完善選舉制度嘅立法會，佢哋又話咧啲議員啊，經民聯嘅，咁我啲名我都唔識噶啦，而家啲議員。咁佢哋話：喂，會唔會咧叫駐京辦啊去交涉啦、啊，去同微博、微信啊或者嗰啲頭條新聞嗰啲公眾號傾啊，刪帖啊，你抹黑香港喎、啊，唱衰香港喎、啊，呢、這個同說好香港故事嗰、那個主旋律係矛盾嘅喎、啊，叫佢哋做嘢。咁駐京辦就話咧，我哋會強勢反駁。咁強勢反駁，咁你反駁點反駁咧？點解釋咧 ？IPO 得翻 10% 都冇。呢50,000元以下嘅成交股票啊，佔咗接近一半48%，點樣反駁咧？個市咁淡嚇，咁呢個正如頭先我所講，香港以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係因為中西匯水，洋人信唔過大陸，佢哋又嚟香港，呢個係過去百幾年嘅故事嚇。咁所以咧，靠洋人為主，而咧內地咧亦都需要借助香港借錢或者走出去，唔同嘅時代有唔同嘅理由啊。咁而家，即係冇咗喎！自從香港咧二次回歸之後，洋人咧就唔信香港喎，制裁中國以前啊不嬲幾十年都有制裁中國㗎啦，制裁中國而家咧制裁埋香港喎，呢個過去百幾年1840年以後未有呢個格局㗎嘛，所以咧香港而家二次回歸咧係開170年未有之變局啊，咁係發展咗另外一個故事出嚟，而家制裁埋香港啦，咁啊一視同仁咯。咁當然香港仲有啲優勢嘅，仲可以上到互聯網，唔需要翻牆，暫時咁啊，而且仲低稅率，咁都仲有啲優勢。咁但係話佢國際金融中心為止，我覺得又言過其實嘅。但係呢個係逆轉緊啦，呢、這個講法咧係無可避免地要承認呢個事實。Hong Kong Story 已經變成咗香港故事，一個 Hong Kong Story。咁係今日講下 Hong Kong Story 啦，香港啊如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啊之前我啊講座講過匯款呢個問題啦，今日就講發鈔喎，講呢個嘅銀行喎，
香港咧最早嘅銀行咧，而家大家知道咧就係東凡匯理銀行，但係有啲研究就話咧，仲有一間係再早啲嘅，係1819年咧就發鈔嘅，嗰間叫做 Canton Bank， 係印度嘅帕斯人咧，帕西人或者叫做啊。喺廣東一帶咧經營嘅，咁佢唔係主要喺香港嘅，主要根據喺廣東。咁但係咧，佢哋活動範圍都係香港同廣東一帶啦。咁但係呢間未必計數啦。最早咧就應該係東凡匯理銀行 （Oriental Bank）， 又叫麗如銀行啊。咁呢間東凡匯理銀行咧係即係洋人啦嚟香港開嘅銀行。咁啊，主要就為咗要做鴉片生意啦。呢個實在嚟咁啊，因為鴉片戰爭以後發展噶嘛。咁啊，而且咧就係需要咧將啲錢帶走喎。運走啲錢嘅時候，咁啊，梗係需要一個基地噶，所以就發鈔啦。啊，呢個東凡匯理銀行啊，你見到呢個鈔票啦，一隻獅子，一隻 unicorn， 一隻獨角獸，皇室嘅徽章。咁啊，東凡匯理銀行啊 ，The Oriental Bank。咁咧就喺呢個嘅鴉片戰爭以後咧，香港開始咧經營嘅1860年代。咁然後後邊咧，仲有我哋熟悉嘅有富里銀行啦，然後就有渣打銀行同埋匯豐銀行啦。呢、这個渣打銀行同匯豐銀行咧，至今仍然喺香港咧係發揮緊啊嘛，發展緊佢哋嘅用處啊嘛，啊咁但係咧佢哋已經慢慢咧由國際銀行咧變成咗係香港同大陸為主嘅一個生意，尤其是渣打銀行啦，渣打銀行喺英國基本上冇分行噶啦，係得倫敦有一個公司嘅啫，咁但係冇經營啦。匯豐又唔同，匯豐喺英國咧每個鎮咧都仲有匯豐嘅，嚇每個市每個鎮都仲有匯豐，但係渣打已經徹徹底底成為一間香港。新加坡同埋中國大陸為主嘅銀行嚟啦，咁呢個渣打銀行嘅鈔票，1860年代開始就係發行呢個鈔票嘅咯。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最重要當然就係上海香港匯豐銀行。上海香港匯豐銀行咧，又喺呢個1860年、1870年以後咧，喺香港咧發揮極大嘅作用啦。咁啊，而呢個上海匯豐銀行咧，主要啊就係舉債，幫呢個嘅明呢個光緒同志，佢哋喺度舉債，當然仲有慈禧啦。就係、是、舉債咧，就發展中國嘅一啲新興事業啊，譬如話輪船招商局啦，我之前講過江南織造局啦，上海機器織布局啦，江南製造局啦，後來嘅中國通商銀行啦，咁呢啲全部咧都係有香港嘅歷史喺裏邊嘅。咁啊，香港喺1860年啦，1864年啊，其實就當時嘅港督啦，Robinson 羅便臣道嗰個 Robinson 啊，就發行呢個硬幣咯，因為喺 Robinson 1864年以前咧。其實最早咧就係砵甸乍樸頂茶啊嘛，咁咧佢就係覺得香港都未必係九流之地嚟嘅，咁所以咧就係用呢個嘅墨西哥英洋，墨西哥英洋咧就即係唔印自己嘅鈔票啦，亦都唔去做自己嘅硬幣，咁所以一開始啲港督係冇乜長遠考慮嘅，去到1864年咧 ，Robinson 咧就係揾咗英國皇家造幣局就開始做香港嘅庫幣嘅，咁呢個香港嘅庫幣咧就係1864年開始就有，咁呢個就成為咗咧廣東啊好重要嘅一個流通嘅貨幣嚟嘅喎，因為廣東人咧就係都用港元嘅，去到呢個抗日戰爭前啊，廣東人都用廣泛用港元，咁啊呢個故事就咁啦，香港嘅故事咧就係以洋人同埋中國人咧合作呢個叫做鹹淡水交界嚇中外匯穗嘅地方。咁啊，後來咧呢個嘅抗日戰爭爆發啦，咁香港當然啦就係好坎坷，淪陷咗。咁淪陷咗嘅時候咧，香港咧又變成咗另外一個故事咯。因為咧嗰啲洋行啊嘅生意咧就係受到打擊，戰爭啊嘛，咁啊有好多就俾日本人充公咗。咁然後咧就有一個空隙咯。去到呢個嘅抗日戰爭以後，尤其是係國共內戰以後咧，大量嘅華商啊就嚟咗香港發展。咁啊，嗰啲上海，尤其商人啦，上海商人帶住資金、帶住技術嚟香港發展喎，加上香港本土咧，第一代、第二代嘅商人亦都崛起，咁所以香港會嚇、就喺呢個70年代咧又成立咗，然後呢個香港人啊，以華人為首嘅一個交易所咧，喺70年代開始好蓬勃咯，咁啊，慢慢咧就壓倒咗英資、英商，成為咗咧華商以及英商咧。一個分庭抗禮嘅時代啊，李嘉誠啊嗰啲咧就喺嗰個年代崛起噶嘛，係70-80年代。咁所以香港嘅金融中心故事咧，又係一個嘅中外啊嘅故事。好啦，去到90年代咯，當時咧改革開放嘛，鄧小平南巡啊嘛，就係需要咧走出去中國嘅企業咧要嚟香港集資
一間一間大型嘅企業嚟香港集資，啲銀行嚟香港集資，啲上海實業啊、北京控股啊嗰啲咧就嚟香港集資，就將國有企業咧私有化。咁啊，香港咧亦都咧成為咗個國際金融中心，就係幫中國嘅企業咧走出去，同埋引入咧外資就去中國投資。咁呢個就係中香港 Hong Kong Story， 就是一定係要中外合作先可以做到嘅。但問題而家二次回歸，喂，西方咧就唔再信任香港喎。而家經常就係聯合國報告就指出香港嘅國安法咧係損害香港嘅人權。咁你香港點唔同意都好啊，聯合國已經有咗個結論啦。世界上好多投資者都會考慮呢樣嘢噶嘛。嚇，而家每一年咧就唔同嘅場合都會討論香港嘅人權狀況。咁啊呢、這個大家覺得咁既然係咁。咁不如同翻大陸投資係好似冇乜分別嘅，咁有啲人就話：喂，同新加坡投資可能咧，新加坡仲有一啲嘅優勢喎。新加坡咧都係一個比較權威嘅地方嚟噶。咁但係新加坡唔同喎，新加坡政府可以傾喎，新加坡政府咧唔會反擊喎，嚇唔會動接反擊喎，唔會動接得救，唔會戰狼外交喎，所以寧願將啲生意咧就擺新加坡。所以國際金融中心如果願意翻大陸嗰啲就直接翻大陸投資啦，唔願意嘅以前想借香港作一個避險嘅地方就去新加坡咯。所以香港就冇咗國際金融中心嗰個基石，冇嗰個中外匯水鹹淡交界嘅基石。所以 Hong Kong Story I think is over， 而家變咗一支係香港故事。呢、這個香港故事，人哋就唔信任，所以變咗香港金融中心咧，大陸人都認為啊。起碼大陸有唔少人認為啦，香港已經係一個金融中心為止，反而就睇唔起啲香港底層翻大陸消費嘅人添，亦都造成咗另外一啲嘅矛盾，文化嘅矛盾，搞到人哋食飯等唔到台嘅矛盾，就住喺福田啊，住喺深圳灣啊，嗰啲人咧發覺落街樓下食飯食唔到喎，排唔到隊喎，香港人想買外賣喎，而家啊唔單止買外賣，堂食外賣。商場周圍都係啲孭背囊嘅香港人喎，咁佢哋又造成另外一啲嘅矛盾，呢、這個真係十年河西，十年河東啦，咁所以 Hong Kong Story 咧，我認為就好難行落去噶啦，因為以前咧香港成功咧就因為角色模糊啊，佢係英國嘅殖民地啊嘛，而家佢就話唔承認英國冇香港冇係英國嘅殖民地，只係殖民管治唔係殖民地，咁以前咧係一個模糊嘅角色嚟嘅，即係大家覺得誒佢既又好似係中國人。但亦都好似係洋人嗰啲買版嚟喎，兩者都好似係喎，咁模糊咧先至即係水清咧，質無魚啊嘛，佢模糊先能夠有咁多大魚出現咗香港，咁而家唔得啦，而家一定要靠邊站啦，一定要咧壁壘分明，一定要咧大是大非，一定要係站喺國家安全嘅前面，咁冇咗呢個模糊角色啊，冇咗模糊角色，人哋覺得喂。既然你都冇模糊啦，咁去上海啦，去深圳投資啦，去新加坡投資啦，我做乜要喺你嗰度投資啊？香港而家嘅優勢咧，就真係冇優勢噶咯。如果咁講嘅話，咁所以有啲人啊，有啲財經演員就話：，喂，香港港股重上三四萬點，指日可待啦！啊，一位姓湯嘅商人就話：，香港而家嘅股值俾人低估咗一倍啊，低估咗一倍，即係而家一萬七千幾點，即係起碼一萬五千點，三萬五千點先合理啦。佢認為嘅股值，咁呢一啲咧就實在係。痴人說夢話，忽略咗基礎因素。我認為港股都如果隨住中美嗰個關係咧，有機會回上嘅。不過而家睇啦，台灣南白合流啦，喂，似乎係夢碎喎。柯文哲啦、郭台銘啊、侯友宜佢哋傾唔成喎。咁所以如果賴清德繼續做嘅話咧，呢、這個中西之間、中美之間嗰種角力咧矛盾可能會加深。咁喺咁嘅情況咧，港股咧，我認為就更難上翻去噶啦。呢、这個就係暫時我所睇到嘅嘢，好嘛？今日呢個分析去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啦，仲有獨家嘅參考資料啊，文字版啊，以及咧聲音檔，下個禮拜咧又會有中國近代史嘅課堂上課啦。咁啊 ，VIP 會員咧係可以無限重温嘅，用年費訂閱，仲有 discount，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拜拜。